英雄不问来路，社长不看技术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社长。相信这几天小伙伴们都看到了猴子荣耀这个梗，其实就是因为这次限定皮肤返场活动引发的。那么社长就给大家讲解一下发生在11号限定皮肤投票的趋势吧。2019年10月11号是一个值得被猴子粉丝铭记的日子。在上午11点半左右的时候，大圣娶亲这款皮肤票数仅仅只有9万票左右。后来通过部分猴子粉丝对猴子的情怀发酵，不忍大圣娶亲只有区区的9万票，于是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在下午3点的时候，大圣娶亲的票数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五名。如果你觉得这就快结束了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，这仅仅是刚刚开始。在下午4点的时候，大圣娶亲凭借103万票的成绩成功追上永耀之星，排名第四位。当时间来到晚上6点的时候，猴子增援大军抵达战场，成功以473万票的成绩拿下云端筑梦师，晋升到第三名。此时大圣娶亲已经成了所有王者玩家关注的焦点，从而吸纳了一大波非猴子粉丝前来帮忙投票，而他们此时的目标就是攻下第二名魔法小厨娘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，终于在晚上8点的时候，大圣娶亲凭借819万票的成绩大幅度碾压魔法小厨娘，成功晋升到第二名。这个时候大圣娶亲登顶已经不是猴子粉丝的目标了，他也成了众多看客的目标。此时他们只有一个敌人，那就是武林仙君。不过最终在11号猴子并没有超过武林仙君，但是平均每10分钟都会跟第一名缩小3万票的差距，所以11号这一天被大家戏称为大圣归来。到今天社长截稿的时候，大圣娶亲处于第一的位置，魔法小厨娘紧随其后，武林仙君位居第三。不过看目前的态势，很有可能在明天魔法小厨娘将会超过大圣娶亲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都为哪一款限定皮肤投票了呢？